跟我前女友的姐姐在一起了。二多啊，你跟小青同居过吗？不是姐，你问的这么尖锐呢？没有啊，没有没有没有。你说实话，我就去过他家一回，咋同居啊？你干啥去了？避雨吗？那天雨下的老大了，我没地方去，上他家待一会儿。哎呀，待多长时间啊？也就500来天，你不知道那雨下就哗哗，哎呀，你这500来天呢？不，你干啥呀？你过这事你提他干啥啊？那我问你，你说，小青问过你吃东西吗？没有啊，他就喂过我几回口红。你说我不小孩的，他还喂我啥呀？啊，那口红色吧，比你那个还能好看点，是不是？你是不是吃醋了，姐？啊，是跟谁吃醋也不能跟你亲妹妹吃醋吧？啊？那什么啊，你俩进展到那一步了？不能说，说完就啊，哎呀。那我换个说法啊，你俩做过最疯狂的事是啥？都赖你，这事儿跟你有关系。那一回你突然来小青家，我给我吓呼噜一下，我就钻衣柜里了。那衣服我都没，你就在衣。你没穿衣服钻衣柜里了？小点声干啥呢？这行啊？你咋钻的？我还怎么钻啊？那这么的啊？你再给我钻一把啊？下回小青上我家的时候，你钻一把，我看你咋钻。